待会准备出发，前往西顶地。今天协作员有阿福，还有我阿灿，准备出发。刚抵达西顶地，待会准备搭帐篷、搭天幕。西顶帐篷、天幕已搭完毕。白饭、里脊肉、高鸡排、N G 干贝、青江菜、蚕豆。主菜豆汤，第二天西顶早餐高丽菜瘦肉粥、肉松、巧克力牛奶包、奶茶。西顶地比真的干净。抵达六点营地，准备搭帐篷。列了帐篷已搭完毕。第二天列了晚餐，白饭、排骨、火烧鲷鱼、高丽菜、韭菜花炒红萝卜、鱼丸汤。第三天列了早餐，暖福宝，配料火腿、起司、大包子、芝麻包、奶茶。列了炊煮区已整理干净。列了帐篷已整理干净，任务完成，准备下山。